自从那场名为降临的浩劫之日起，72根魔神柱催生出72位魔神，与人类展开了数千年的战争。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72年，由圣殿联盟6大强者所组成的猎魔团小队，正计划在驱魔关外击杀排名54的魔神猎拉星。降临这里怎么回事？连我一起烧！啊！哎，抱歉抱歉，你先躲躲啊！大块头好看！圣阳斗法！神圣守护！悠着点，我们等影子准备好。魔为狂风，是吧？不过是第54处的小家伙，排名更高的爷爷我也灭过。恶鬼，给我加点醋！啊！可以停下！不要掉以轻心，有魔神柱在，他的威力随时会更强。能染指魔神之位，
哦，神印骑士。神印化刀。原来你就是龙星云，很好。奇怪，他怎么走了？那天没人知道魔神黄风秀离开的原因，而那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不为人知的事。神印骑士龙星宇的妻子白月竟然神秘失踪。走吧，魔神黄陛下要见你。因为他的离开，人类获得了短暂的和平，而两族的命运也因此悄然转变。那晚，因为魔神皇的降临，原本星月寂寞，但在晨曦将起的时候，遥远的东方竟忽然亮起了一颗星光。成为骑士，为了守护人类，守护善良，守护圣殿，守护亲人。你们来到骑士学院已经一年了，接下来每个人都要进行灵力测试，只有灵力超过10点才可以晋升骑士侍从，继续在学院修炼，否则给我滚回家去！怎么办？我还没做好准备。我将收回你们的武器、装备，还有培元液。因为不努力，不配做一名骑士。必须要通过测试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大声点儿！听明白了。很好。江湖，开始测试。灵力13点，合格。接下来你负责报数，下一个，周山。灵力7点，不合格。灵力11点，合格。灵力6点，不合格。邓浩辰，在。
江湖，报数。灵力九点，不合格。啊！居然没通过！太可惜了。这孩子资质还是不够啊。教官，我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能通过的。混账！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如果给你破例，那对他们公平吗？对不合格的同学，我将收回你们的武器、装备，还有培元液。机会，我有必须留在骑士圣殿的理由。我知道我的请求很过分，但我不得不求求你们了。教官，浩辰他……教官，我想请您再给龙浩辰一次机会，他花了很多时间想帮我通过测试。要不是我，也许他可以一次通过。教官，我也同意给浩辰一次机会，他也帮过我。教官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他可以的，是啊，可以的，是啊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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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官，你不是说不努力的人不配做一名骑士吗？可浩辰他，是我们当中最努力的呀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可正因如此，没有资质才更应该尽早放弃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教官，安静。你们这一班是我教过资质最差的。但也是我见过最团结的。龙浩辰，既然第一名的蒋虎也替你求情，那你就跟他比试一下。如果你能战胜蒋虎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公平起见，包括你们都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教官。接住了。江湖，全力以赴，否则的话，我取消你骑士侍从的称号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浩辰，小心了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虎哥，请。比试开始。停。比力气，龙浩辰还差得太远。孩子们，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？谦卑、诚实、怜悯、刚柔。虎哥力气大，主要是靠腰部发力。公正、牺牲、容忍。这是人来，少年。
灵力十一点，通过。啊孩子居然能在战斗中瞬间提高爆发力，可他之前测出的灵力为何那么低？好了，下一个，你们谁还想挑战江湖？我来，我来，浩辰，培元液可是骑士圣殿特有的珍品，有固本培元和增加灵力的作用。你有每天在喝吗？你刚刚的战斗表现是我见过的孩子里天赋最高的，但以你的努力，加上培元液的功效，灵力不该这么差。教官，浩辰，走了。回去吧。嗯。这孩子一定瞒着我什么。啊！快来！啊！给你。啊，虎哥，你的培元液都给你妈妈喝了吧？
这一年多亏了他，妈妈的身体才好了些。可你也不能完全不喝呀，今天差点没通过测试，还有你当时那一下，哇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你虽然教过我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可是我不要失去你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不过你培元液都不喝，灵力还能突破十点，要是喝了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虎哥，我得去那边找些草药给妈妈配着喝，你先回去吧。那这个你也需要变强啊。听说最近山里有野兽，你要小心啊。知道了。听说最近山里有野兽，你要小心啊。